等一等。李小龙呢？李小龙来了。李小龙来了。今天来有这样的片了。李小龙是这个什么人？我来干的酒，现在做出了一个变了。你看你们俩还在我变了，我装的。季天。变了吗？这发展的这么漂亮，不然以前电脑都在别的都不能动。这一小龙呢？嗯。那是电脑呢？电脑是他的。那床呢？也是别人家的。电脑是60年代的，这床就这么小。我想问问困难。将换日发放金钱，我伴你同时坐。
然后我姐夫那些是做的机器的。